個主舞台咧，見到我咁正咧，就去到呢、這、一個我哋叫做分另一個松啦，就係呢一個 Bear 界嘅開心地帶。咁如果大家有睇開呢一個 Gundam Build Divers 嘅話咧，我冇睇開，佢就跟翻嗰、那個係啦 ，exactly 就係嗰、那個紅掣入邊嘅情況嚟嘅，就係要帶呢一個啦。哦去到影下相啦，等等等等嘅，咁我哋而家就喺一個紅掣嘅正面。你唔好周圍喐，我驚你。咁我哋可以入去睇下啦。呢個頭盔好乸重，聽唔到啊？睇頭，睇頭，睇頭，睇頭。嗱，咁如果大家都中意有睇到呢一個 Gundam Build Divers 嘅話咧，咁呢一個White Space 嘅城堡亦都唔會陌生嘅。喂，嗱呢個我識喎。呢、這個抵死喎！其他嗰啲我冇跟開。呢、這個都可以拎埋其他去上網。呢、這個真心正。即係可能咪俾大家影相玩噶啦。呢、這個係幾抵死嘅，我覺得唔錯。即係大會嘅今次啊，卒之有照顧到香港嗰啲方便嘅朋友啦，竟然即係放下身段去玩呢一啲網上嘅文化係幾得意嘅。唔係，因為所以咁樣咧，我真係要揾阿 Walker 幫手幫我影張相，揸住呢個牌。做咩啊？幫手影張靚相。又見到咩叫做人唔好咁 DMS 呢個人類總會犯重複嘅錯。哇，太 DMS 啊！哎呀，其實呢阿德哥揸住呢張相呢有一度係唔成立嘅，我始終懷疑佢唔係人類。除咗呢個牌之外呢，其實仲有其他牌，我哋都可以碌一碌呢一邊。我睇下啲咩先。有我是高達的英文版啦 ，Mix Gundam Battle Ready to Drive。好啦，咁啊，仲有啲大會官方嗰啲比較悶少少嘅牌啦。哇，呢、這個真係要賣廣告啦。其實佢應該呢個人類重複總要重複同樣錯誤這個呢個咧，佢擺應該擺十塊八塊喺度，我覺得呢個會唔夠使。呢、這個真係搶曬啦。係啊，我聽。哇，咁啊，側跟側跟都有啲嘢喎，雖然我唔知係咩嚟。原本其實本身係一個。Bear 界的銅像就在這個 Gundam Build Divers 的 City 裡面擺出來的，今次就將它又不可以叫立體化 Diecast 請勿觸摸。好了，這一度基本上都完了，這應該是給小孩玩多的，我們都會給一家親的 Event 碌過去其他地方望一望的。好了，那我們怎麼都是停一停先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們現在就試試上面有什麼玩了。拜拜。